块石头，经过石碑雕刻师傅的雕刻之下呢，它无论在功能或者意义上就显得很不一样了。我前面用粉红砖呢，开始个时间了哦。要瞄准呢那个字哎，真的不简单呢。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美肤养颜，还可以消除疲劳。究竟是什么气味这么神奇呢？那肯定要问问今天的香薰调配师。